是由 Evon 带来的 GDB 参与者轮廓初探。我们是五位参加台大育龄计划的学生，然后这个专案的关键字有三个，分别是学生参与跟居零 B， 然后我们的题目叫做居零 B 学生参与者的参与状况调查。那我们想做这个研究的原因是我们想要了解居零 B 参与者的情况，还有参与的契机，然后特别是关于学生的居零 B 社群参与者，就是他们参与的坑是哪些，然后还有参与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研究帮助居零 B， 提升居零 B 社群在学生族群之间的参与度，然后还有认知。那我们参与者的需求希望是以居零 B 的参与者为主，那特别是居零 B 的学生参与者。那如果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居零 B 社群学生参与者也可以来找我们，因为这个问卷主要都是中文的内容。那我们真人的话就是也是想找居零 B 的参与居零 B 社群的学生，那这边有问卷的 QR code 连接。And this project 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GLINV. Got zero participants. And if you are student participa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me to us because the survey is in Mandarin.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and you want to share more about the survey and your participation, please come to us. Thank you.谢谢Evon。那下。